成一对，操场的蝴蝶在飞，好笑的外号是在叫谁，黑板的题没做对，课本也忘过几回，那时算不算荒废。窗外小小的栀子花盛开枯萎，长大以后我们又经过几回，笑着说当时谁和谁是一对，看着时光它就这样弹指一挥，有没有学会珍惜和纯粹。去不回，少年的珍贵。